我们请各位先生女士、我们的贵宾，还有我们的官员们，请就位。那我们现在宣布公听会开始哈。那在这里，首先向大家做说明，因为王荣章委员好像跟一位我们今天也要发言的学者专家，跟社会人士好像不知道哪一位我忘了哈，他们好像发生车祸，稍微晚一点到哈。不过人没事哦，只不过是擦撞哈，小事。所以等警察处理完，他们才会到哈。所以让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哈。哦，滕西华哈，那所以还有说没什么事了哈。那他的发言应刚好也在后面哈。那我们各位今天在场的委员哦，我们市委员现在在场哈。我们市一方委员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市一方委员哎。那我们的学者专家们啊，我们的业界，还有我们政府机关的，包括金管会，那包括卫福部的代表，好，那大家好，那我先把今天我们，我这个等一下再介绍 ，OK， 好，那我们本院的委员有李应元跟苏正清等16个人呐、啊，要厘清汽车责任保险跟全民健康保险的一个给付责任。那这个在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哦，包括这个是不是要代偿等等这些，那拟具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27条的条文修正草案。那这个草案经本届第一会期第四次院会在105年3月11日决定说交本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来审查哈。那这次的提案修法特别指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对汽机车使用人在不慎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那刚刚我们的委员刚好又跟这个滕西华刚好又发生了一些事故哈，不过还好他们没有人身哈，没有人身的问题哈。那能够迅速提供交通事故受害人在经济上的一些基本的保障。不过经过统计，近三年来的伤害医疗费用的给付，给付与受害人不足45%，给付给卫生福利部啊健保署啊超过55%。啊，所以引起了大家一些的讨论。那虽然健保署基于《全民健康保险法》第95条第一项第一款的规定，它代位取得被保险人向本保险之保险人的一个求偿权，不过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采无过失责任主义。那许多请求权人基于民法侵权行为的规定，并不具有赔偿的请求权，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健保署在汽车交通事故的加害人没有过失的责任之下，情形之下，本来似乎哦不应该向加害人或他责任保险的保险人有请求权，那产生了一些争议。另外呢，《全民健康保险法》第一条规定，保险对象在保险有效期间如果发生疾病啊、伤害事故、生育给付的时候，依规定给予保险给付。因此，《全民健康保险》的被保险人若发生任何保险事故，依其被保险人的身份就医，本来就是全民健康保险应该有的范围之内。还有呢，健保署向保险人代位求偿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应该区别相关医疗费用是不是跟交通事故里面有因果关系？但实务运作上，这个因果关系啊，好像难以区别哈，很难以区分说到底他求偿的金额是不是有因果关系，因此常常造成有预付、给付这个赔偿金额的情况，那会无形中啊，会侵蚀到保险的理赔的资源。所以本院的委员提案修正保险伤害给付范围，应该排除全民健康保险法规定的这个给付范围啊。那相对的，那这个提案修法的理由是不是为我们社会大众所接受？那有不一样的看法，有人站在全民健康保险的立场，有人站在汽车责任保险的立场，这两个立场不太一样哈。那我们的全民健康保险是一个社会福利制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它是一个强制险，也有商业保险的一个性质哈、啊、所以啊，本质上似乎有所不同，那是不是应该为相同的处理跟相同的对待，也有疑义。那这次修正草案牵涉到全国人民大家都一定有的全民健康保险，那另外呢又牵涉到补贴交通事故一些侵权行为人，所以修法的说明啊，在这里面有提到说强制险属于无过失责任主义，还有许多请求权人不具有请求赔偿权等等的这一些啊，
似乎这一些也没有数据来让大家来让本院的委员在修法里面做出一些相关的参考、哦、跟说明，那是不是有周延够不够周延也引起了一些疑虑，那会不会变成全民来补贴侵权行为人的这个不合理的现象，那这个也引起大家的讨论、啊、所以呢全民健康保险的这个代位强制险的区分与计算这个实务操作的这个程序啊，那也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应该改进的地方，那在这一部分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程序里面也要提出一些讨论然后来改进，那如果直接来提案修法会不会也排除强制险对受害人在全民健康保险给付的这些医疗费用给付造成全民为侵权行为人来承担责任的这个结果，那这个是不是中间有一些误差有没有错误大家也都在讨论、哦、所以基于以上这一些，那本委员会收到了这一个审查的程序委员会交付给我们院会交付过来的这个，那我们就根据我们立法院职权行使法54条，各委员会为审查院会交付的议案，我们可以依宪法第67条第二项规定来举行公听会，还有第56条的公听会以各委员会召集委员为主席，而且可以邀请政府人员、哦、政府机关人员跟社会上有关系的人来表达意见，并依正反意见的相当比例来邀请，我们根据这些相关的规定来举办今天的公听会、啊、并且由本人来担任主席、哦、因为我是财政委员会的召集委员，所以呢我们希望今天的公听会能够提供我们立法院所有委员在修法上的一些意见跟参考，那也给所有的全民、啊、大家一些思考的方向，在这里、啊、我先代表我们本委员会跟立法院来向我们社会人士 各个业界还有我们的学者专家来表达敬意，也感谢你们今天的参与、哦、那我们定了5个提纲来供大家参考、哦、第一个就是健康保险代位求偿的法理基础跟现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第二个是汽车责任、强制汽车责任险、啊、跟健保制度里面的关联性、哦、它的关系，还有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范围跟医疗费用的这一些、啊、是不是应该厘清，还有特别补偿基金跟医疗费用以及健保的代位、啊、这些问题，另外呢、啊、我们有关修法这些变革，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各位今天到场的贵宾来给我们一些参考的意见，那我现在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参与的、啊、这些、啊、有关的专家学者，我第一位介绍我们是国立政治大学法律学系的教授，我们的张冠群张老师张教授，好，另外呢我们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的教授我们的叶启周叶老师叶教授，另外我们国立中正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我们的罗俊伟罗老师罗教授，还有我们台北商业大学会计资讯系的 副教授我们的李仲李老师还没到上、哦 okay, 哦、李老师以前的当过公平委员会的委员、哦、那另外辅仁大学我们财经学系的副教授我们的李志峰李老师也应该还没到，好，那元亨法律事务所的廖世昌廖律师，那我在这里先向大家说明一下，廖律师因为11点应该法院有事啊，所以我们等一下是不是请廖律师在第4位发言，在李仲教授前面好了，好不好？啊，这个我们顺序稍微调整一下，给啊廖律师一个方便，也给我们大家一个方便，感谢大家哈。那另外我们润能国际法律事务所的谢天能谢律师，也还没到哈，他当过我们消基会的董事长哈。还有我们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资深顾问，我们黄国忠黄律师，啊，这个是我们律师界的老前辈哈，非常资深的。还有前国宏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我们韦伯涛，哦，这个当过主计长，这个也是专家哈。好，我们民间监督健保联盟的发言人滕锡华，哦，那刚刚发生车祸哈，等一下可以讲一下他的经验哈。那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推动者，我们的柯妈妈柯蔡玉琼女士哈，好。那另外，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政府机关的官员哈，我们金管会的副主委王黄天木黄副主委，我们保险局的局长李满志李局长，还有我们法律事务处的处长我们钟瑞兰钟处长，还有我们交通部路政司我们的检任稽政胡迪奇胡稽政，还有我们公路总局的科长张耀辉。哦，张科长，我们卫福部社会保险司副司长杨慧芬，
杨副市长，我们这个中央健康保险署的组长，我们的王墨玉王组长，王墨玉是哦，对不起哈、哦，哎，好，法务部我们的参事刘成坤，我们刘参事也是个专家哈、哦，他参与了很多我们立法院法律的制定哈、哦，还有我们中华民国产物保险商业同业工会的秘书黄淑燕黄秘书，还有我们的专员徐俊辉徐专员。我们汽车险委员会理赔小组的召集人丁荣光，还有我们的委员林明宏，还有我们的委员张清浩，还有我们的委员朱振荣。好，那如果没有介绍到的话，待会儿我再补充介绍。那我们在公听会开始之前，向我们所有的贵宾们做一个报告哈，我们每位发言以八分钟为原则，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两分钟。那这边有计时钟哦，请大家可以参考哈、哦。那委员如果需要发言，请向主席台登记。那委员因为他们在其他委员会可能会有一些必须配合质询等等，所以我会在各个专家学者在发言的时候，啊，根据委员的状况，可能让他不那个叫做。随时插进来哈，让他如果有急事，让他随时插进来发言哈。这先向我们各位贵宾们做一个报告。那全部发言完毕以后，我们再请行政机关就这个他们所管辖哈业管权责范围内，我们整体来回应哈。那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公听会，我们要请第一位的专家学者，我们的张冠群张教授来发表他的意见，来请。招委施委员在场的各位长官各位专家学者，大家早安，我是政治大学法律系张冠群。这是我好久以来第一次不是用学者专家身份站在这里哦。那针对今天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分成几个方面来看。我认为在做检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修正，包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人是不是可以成为全民健保的代位的对象的时候，我想可能要把全民健保的一个代位制度哈，跟这次的一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的修正条文来合并以观。所以首先我个人会先就全民健康保险法第95条的代位权的一个范围出发。那我们全民健康保险法在民国94年修正的时候，事实上，在第95条的时候，把代位权的一个范围扩大，那扩大请求权的一个范围，包括了公共安全的事故向责任保险人请求，还有在其他重大交通事故、公害事件、第三人已经投保责任保险的话，向责任保险请求等等哦。那这个时候，关于全民健康保险法第95条，事实上它产生了一个争议，就是说它的代位求偿权的行使的一个对象，包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人。那但是到底有没有包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肇事者，也就是被保险人？那这点其实在学界有过很多的一个讨论。那目前的通说来讲的话，好像我们这个在场的叶老师好、哦、还有我们的那个跟廖世昌律师哦，还有跟他合作的那个汪信君汪老师，大概采取的都是肯定说的一个见解哦。所以说，如果说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个人认为说，全民健保法第95条的代位求偿的一个范围哦，要配合来扩大修正，因为健康保险的一个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损失填补型的一个保险。那既然是损失填补型的一个保险，无论它到底性质上是社会保险或者是一般的商业保险的话，都应该要有保险法53条，就是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一个适用或者是类推适用。那因为这里有一个争议问题的一个产生，所以我个人是建议说，那全民健康保险法第95条应该要配合的修正，把代位权的一个范围扩大。那第二个部分是关于说，那到底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可不可以成为全民健保的健保署的一个代位求偿的对象？那这一点事实上可能要从健保的性质以及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
整个性质来看。那其实刚刚昭伟有提到，我们的全民健保它的一个性质，事实上是一个社会保险加社会福利的一个制度。那么我们的强制企业责任保险，它是一个强制保险，是一个政策性的保险，但是它的经营上虽然是采取无盈无亏的原则，但是关于保费的一个计算上，其实它还是有保险的一个本质在。也就是说，强制企业责任保险它的一个保费的一个计算，事实上是有从人因素在里面。那么次一年度的保费的一个计算，会根据上一年度它的肇事的一个情形来做一个加减费的动作。所以说，强制企业责任保险本身虽然是一个政策保险，但是它的保费的一个计算，事实上有把前一个年度的肇事的一个成本反映到被保险人身上。但是如果说反过来看全民健保的话，全民健保它的经营方式虽然是无盈无亏，但它的一个保费的计算方式是采社会福利的一个计算方式，也就是说有点类似我们租税上的一个量能课税的一个原则，而并不是采取保险原理的一个保险费的一个计算的方式。那换句话说，如果当今天汽车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受害者他因此而必须支出医疗成本的时候，他的医疗成本由健保去支付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时候是用全民的所缴交的一个健保费去分摊掉肇事者他的一个肇事责任。那因此呢，如果说我们不允许健保去向强制企业责任保险的一个保险人代位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最终会没有办法把肇事的一个成本反映到汽车交通事故的一个加害人的身上。那因为我们知道保险代位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事实上它有几个基本的原理，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贯彻所谓的分配正义。所谓的一个分配正义，就是说要让最终应该负责任的人负责。所以说我个人是认为说，从扩大全民健保的一个代位的行使的对象，到允许健保署向汽车交通事故的加害人以及强制企业责任保险的保险人行使代位，事实上符合我们保险代位制度的法理，以及符合让最终应该负责任的人承担成本这样子的一个精神。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实务上的问题。那实务上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修法的建议出来？那其实就是现在健保署他在行使代位权的时候呢，事实上有几个技术上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他支出的一个医疗费用，这笔医疗费用他到底是不是实际上是由汽车交通事故直接发生，他跟汽车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什么？那第二个，因为目前的强制企业责任保险采取的是一个无过失责任的部分，那既然是无过失责任的话，换句话说，健保署他现在的做法就是，只要是因为汽车交通事故产生的一个医疗费用，他就完全的把这笔金额全部拿来行使代位求偿权。那当我们强制企业责任保险的保险面临这样子的代位求偿的时候，我想在座有业界的朋友大家都知道，那最后如何的与健保署协商呢？事实上，他跟健保署之间呢，就是用协商的方式，等于是说有点用喊价的一个方式来决定一个金额，决定健保署代位求偿的一个金额。那这样子的一个代位求偿的一个金额，可能他就是在因果关系上，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个请求的要件上就没有去考虑。所以综合以上我个人的一个发言，个人提出几点浅见。我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修法方向有它的一个背景，我个人是赞同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也充分理解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如果说从保险代位的法理上完全的去禁止健保署向强制企业责任保险的一个保险人来代位，恐怕又没有办法贯彻到让真正负责应该负责任的人负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个人提出一个比较折中的修法建议。第一个部分就是，应该是要配合去修订全民健康保险法，或者是修订强制企业责任保险法，明定汽车交通事故的被保险人
也可以成为健保署代位球场的一个对象哈，以落实保险代位球场制度的一个基本精神。但是另外第二个，在技术上，我个人会建议说，去限缩健保署向强哥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人代位球场的一个要件。第一个就是关于强哥汽车责任保险代位的时候呢，他如果要向保险人或者是被保险球场的时候，应该要限缩说，以被保险人有故意过失为限，也就是被保险人他有可规则性为限，而在被保险无过失的一个情况底下，应该要去限缩全民健保署的代位球场权。好，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关于健保署所因为汽车交通事故所支出的一个医疗费用的一个部分，是不是直接由汽车交通事故产生，这一点的因果关系的举证上，应该要由全民健保署来负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关系的一个举证责任。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整个代位制度变得更加的一个合理，那也能够解决我们今天在强哥汽车责任保险法27条修法理由上所遇到的一个问题，而不需要去全面的去否定叫健保署对于强哥汽车责任保险保险的代位权，可以改采限缩的方式。好，那以上是我简单的一个发言，请委员还有在场的各位长官还有各位先进指教，谢谢。好，感谢我们的张教授张老师哈。那我们现场还有我们曾明忠委员也到了哈，他当过金管会主委哈，所以对这方面也有相当的了解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请第二位，我们国立政治大学法律学系的教授，我们的叶启周叶老师叶教授，请。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在场的各界人士、学者、专家，大家早安哈。那很荣幸受邀再来对这个议题表达一点个人的看法哈。那当然，这个议题的提出呢，当然我相信所有的相关的人员哈，包括这个柯妈妈以及我们主管机关以及产业界人，我想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强制车险的制度可以更美好，所以才想办法要让它再来做一些调整哈。那不过这个整体调整的方向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在代位的技术跟标准上面哈，健保的代位的标准认定上面是可以有一些再来讨论检讨的空间哈。那不过如果说要整个把健保给付的范围通通从强制车险的申保范围排除在外，我个人并不是这样子的赞成哈。那因为首先这有几个理由啦哈。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健保法的95条这个代位规定，它的前身是82条，而健保法这个代位规定，它是早于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的立法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设计这一条安排的时候，预先就想到这两个强制性的保险。我们不要去管说它是社会保险、真的保险是什么，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两个强制性的保险呢，它在于对于车祸被害人医疗费用的责任的优先顺序上，已经先把它定位成是强制车险是优先负责。好，法律上强制车险优先负责，全民健保只是先付，两个人都要承保，但全民健保先付，付完之后呢，可以根据前身，也就是全民健保法第82条，可以再来向强制车险代位。那这个责任次序的定位已经一开始就先预先考虑到了。那我们今天这个提案呢，等于是要变更推翻掉先前在全民健保法立法这个政策决定，那可能需要很坚强的说服力。那依我个人的了解，在同时有制定类似我们的全民健保制度以及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的国家，但有这样同时都有的国家不算绝大多数啦，至少像美国就没有。那可是在欧陆尤其是德国，德国的法定健保制度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健保制度嘛。那他们同时有这两个制度，他们的健保的代位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责任次序上也是认为说，这个车祸的医疗费用的责任其实应该优先承担的是强制车险，而不是全民健保。好，那这是第一个。那我想今天大家对于这个代位的情况不满意，可能是来自于某一些计算认定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可以谈，但是呢，我想我们尽量让它在效率跟损害的最后承担上面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我们要很精确的去在每一件的因果关系上面去认定，对，非常好哈。但是我们要花的人力费用成本是不是值得？我想这个需要一点退让哈。像在德国的
健保对于强制车险的代位哈，就是也是可以透过协议，两个承保负责这个业务的单位可以去协议做一个类似一个总瓜式的结算机制，哦，那所以我想这个是兼顾效率跟公平正义的一个折中的方法，哦，那基本上所以我觉得应该去调的是那个代位的认定标准跟技术性的问题，而不是在否定健保对于强制车险的代位权。那如果一旦按照这样子的一个修正提案通过的话，当然非常直接的效应哈，我想我这里有两个版本的答案呐，啊。A 版本的答案呢，就是像我们只看健保跟强制车险这两个法案，只看这两个法制的话呢，会得出 A 版本的答案，就是说会形式上一定会造成车祸被害人的这个医疗费用最后是分散给全民分担，而不是给强制车险的被保险人分担。哦，这个它的不合理性，我想刚刚主席在这个宣读背景资料，还有其他刚刚张老师的发言或者其他老师的书面资料，大家都提到这一点。哦，实际上会变成全民在分摊。如果我们在最近，比方说跟这个相关的一件事件，最近在讨论八仙承保的健保代位的问题，大家觉得，哎，八仙承保这么庞大的好几亿的医疗费用，如果是由全民的分担，不太公平。这似乎是一个舆论上大家有了共识，如果这个八仙承保的责任最后这个损害是由全民负担，是不公平，那为什么车祸造成的医疗费用负担由全民负担就会是公平的？我想我们可以必须要前后一致的去思考这个事情。好，那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当然形式上啦，如果说强制车险不用被代位啦，那看起来强制车险它的理赔会减少啦，因为他就不用付给健保这二十亿二十多亿嘛，对不对？好，那可是问题是少付这二十多亿到哪里去？现在问题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到哪里去？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回到被保险的口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我从报章杂志上面看到，其实我们主管机关也试算过，它可以回馈到强制车险的保费，回馈到7%，好，回馈7%，所以少理赔的这二十几亿如果回到被保险的口袋，我觉得并不是很合理。哦，等于是拿全民口袋里面的钱，然后把它放回去，这个强制车险的被保险的口袋里面。好，那所以其实整体这个修正案看起来，对于如果只看这两个法案的调整，其实受惠的是被保险人，而不是全民，也不是这个车祸的被害人。哦，受惠的是这个投保强制车险的被保险，这个我觉得其实不是那么合理的。哦，那第二个，其实我们似乎一直不习惯考虑说，如果强制车险少赔了，为什么不能把这笔钱给被害人？因为我们的强制车险的保险金额，其实当然我们一直强调它是基本保障，所以它低得可怜。我在德国我做的博士论文就是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的比较研究，我的指导老师问我说，你们台湾的强制车险的保险金额是多少？我故意讲台币，好，当时还是150万的时代，我故意讲台币，他问我说，那，啊，这个换算成欧元是多少？那我回答完以后，他只回答，他跟我讲了一句评语，说：“你们花这么大的力气建立这个制度，最后只保这么一点点金额做什么？”好，那然后，哦，那代表德国很高喽。对，在我读书当时，德国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最低保险金额，你可以买超过最低保险金额，单一人身伤亡的保险金额的底线是250万欧元。好，比数字比货币都我们大很多了。那数人人身伤亡的这个保险金额限额是750万欧元，底线哦，一定要买到这么多，你可以买超过，而且买超过人还很多。好，所以如果假设真的要去做这个修案的话，为什么这笔钱不是把它回馈给被害人？这个我觉得很奇怪。那我刚刚以上说的是 A 版本 ，B 版本其实事情会逆转，会猪羊变色，因为我们考虑这件事情，如果只考虑健保法跟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而没有把民法考虑进来，那事情就一大条了。因为强制车险的给付可以抵充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而全民健保的不行，全民健保的给付不行。所以按照我们向来最高法院的固定见解，从来没有不同见解派，就是只要这个健保去，因为健保可以去跟强制车险代位，所以强制车险赔完之后，被保险人的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就会同时被抵掉。可是，一旦我们现在这个修法提案如果通过的话，那代表我强制车险不帮你赔健保有废物的部分，那就也就是按照健保付的部分又不能抵被保这个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啊，所以被保这个
强制车险被保险人在民法上赔偿责任，就不会因为健保跟强制车险而获得任何减免，也就是说被保险要自己掏腰包再赔一次。所以 B 版本的解释之下呢，这不是我个人独创见解，这是法院目前固定的见解，十几年来都是这样。所以会变成我买了强制车险，然后我出事了，结果我的强制车险不帮我赔我的医疗费用，然后我要对掏腰包再跟对被害人再赔一次。那其实我也不太了解。那我们有充分考虑到这样子的结果，好，这以上是我的这个一些想法，请各位指教，谢谢。好，感谢我们的叶老师。接下来我们请国立中正大学法律学系的副教授，我们的罗俊伟罗老师，罗老师请。主席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那个中正大学罗俊伟。那么当然就是说前面在这个叶老师跟这个张老师的一个发言哦，他们也很清楚了，就是表明了就是说在全民健保跟这个汽车强制责任保险之间的一个这个问题哦。那当然我个人是跟这个叶老师跟这个张老师的一个见解哦，大概是相同的哦。那么我个人是认为说在全民健康保险这个部分哦，那不管它是一个损害填补型的保险，或者是它是一个人身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在全民健康保险它的一个这个费率的一个征收，它就是基于这种所谓的量能课税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具有这种所谓一个所得重分配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哦，那么也就是说它这最主要它就是在保障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弱者哦。那么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如果说把这个全民健康保险跟这个强制汽车对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这个代位的这个部分来取消掉的话，我想大概会造成就是我今天这个报告上面写的就是说你个人开车肇事哦，会造成的这种所谓的一个全民买单的一个情况哦。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在这种所谓的一个汽车的一个交通事故来讲，那么在这个最后要负责任的应该就是那个肇事的人哦。那么再过来的话，就说他如果有投保这个责任保险的话，那么责任保险人他应该要负最终的一个责任。那么如果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观察的话，那么当然是要维持这个所谓的一个全民健康保险可以去做代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否则的话，今天在这个肇事的一个情况之下，那这些肇事者他不需要再对这个部分来赔偿，或者是他的责任保险人不需要再赔偿的话，那么由全民所缴付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全民健康保险费来支付的话，这个是不公平的哦。那么当然就说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全民健康保险的它的这个费率的一个费用的一个收取去看哦，它有政府有这个所谓的一个雇主还有这个被保险的那个角度哦。那么在政府的这个部分，他所支出的哦，那么这也是由我们的税收所累积出来的哦。那么在这个雇主的这个部分，当然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哦。那么在这个被保险人这个部分啊，就如同刚才提到的，它是一个健康税的这样的一个收取哦。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去看的话哦，我个人是认为说这次的这样的一个修法可能是有待进一步的一个考虑啊。那么是这是我简单的一个意见，提供给大家参考，谢谢。好，我们谢谢罗老师哈。那我们现在哦，江永昌委员也到了哈。江委员，哎，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江永昌委员哈，他也是我们财政委员会的委员哈。好，那接下来因为我们的廖律师啊，因为他等一下可能要到法院开庭啊，那廖律师先请。那李理仲教授好像还没到，因为他学校就在旁边，可能早上有课吧，或者大概10点多来。那我们请廖律师您先来。主席，副主委，还有保安局各位长官，还有保安界各位先进，大家早。这个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立法院的公听会了哈。我记得第一次好像是有关于工业区土地的买回的问题了哈。我记得好像是在一楼。那这个两个领域差的蛮大的。然后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就是说，因为前面已经有三个教授讲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讲人贵自知啊，我在这边，我讲讲法律，我讲不赢前面三位教授了哈。那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思考这一个问题。首先我接到这个邀请啊，我第一个思考的就是说，因为我本身的职业是律师了哈，委员主席自己也是道长。那律师一个基本的角色的一个定位就是，我们受谁委托，我们基本上基于受任人的职务，我们就是要为他发言。所以我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的法律的争议，其实在司法实务是蛮多的。我想这三位教授应该都知道，相关的问题探讨的也蛮多的。那主要就在于说，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它是一个政策性的一个保险，那其实政策性的保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法学的名词啦哈，可能是因为配合政策，所以是公办民营。那也因为政策性的保险，它又采所谓的限额无过失责任。为什么政策性的目的主要是要放在不是保障被保险人作为最优先，而是要保障车祸的受害人？我想这个柯妈妈在这边，她是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的催生，我想最早的这个目的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可能关于金额的部分，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裁员的部分啊，因为它基本上又政策性保险，政策性的目的又有保险的本质，这些赔偿基本上还是从保费这边积蓄来做给付，所以就造成说它好像保险又好像不是保险。所以当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在除了理赔之外，争议比较少。其实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本身的代位也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它采限了无过失责任的问题。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我就想到说，因为转嫁的问题了哈，因为反对修法的一个主要的论点就是说，可能会转嫁，因为这些车祸事件的加害人把这些成本转嫁到全民健保的这些全民健保的被保险人好了，因为也是保险。可是我在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那其实要求代位来这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这个铺哦，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转嫁？所以我觉得问题好像不是在于说转嫁的本身，而是在于说要转嫁给谁。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我长期也是都在保险这一块领域做职业了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哲学性的问题，这不是法律的议题。转嫁给谁？比如说有一些问题的保险业，我们是要接管还是不要接管？你要接管，我们就报章的媒体都会认为说这是一个转嫁，给全民来买单，因为这个是媒体的一个语言啦。那可是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说，这个我们选择这家保险公司本身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那有没有可能是让保险公司直接破产？为什么其他的企业可以破产，然后再透过破产程序去分配这个金额，为什么保险不行？那当然就是因为说，可能有论点认为说保险它具有社会性，那保险保障的是可能是真正发生事故的时候需要这些人，所以保险不应该，公司不应该让它破产。那这个角度我再拉回到今天讨论的议题，就是说，因为刚刚说那到底是转嫁给谁，这我认为这个不是法律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对这两个制度的定位应该在哪里。那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否认说全民健保基本上它比较不具有保险的本质啦，啊，不论从一些法学的教授或者是大法官的会议的一个解释，认为全民健保制度比较像是赋税的科税，它的保费的本质并不是保险，因为保险有危险估价的问题啊，然后透过不同的危险再分级。可是全民健保是保费是怎么分级？基本上是依照所得嘛，所得的高低，
来苛征这个保费，来作为保费的一个依据了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说，那全民健保制度跟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制度有没有优先先后的问题？那在我的理解里面，我以前受的一些读到一些资料跟资讯，基本上社会安全跟社会保险应该是在最底层，最底层。那第二层是什么？第二层就是所谓这些政策性的一个保险，第三层才是商业的保险。那我是想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全民健保的这个支付，它要处理的是各式各样的医疗的给付，那当然也包括因为车祸所造成的这个医疗的支付，所以它如果是社会这个整个社会制度相关的赔偿的制度哈，它是最底层的，它又不是保险制度，我认为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不应该有代位权的机制，它就是去给付。那至于裁员的部分，如果是有保险的本质，这个跟我们当初要希望全民健保的设立的制度的初衷是不同的，因为我觉得全民健保是想让这些比较弱势然后比较需要医疗资源的这些人可以获得保障，那如果这些保障通常都是比较弱势，那如果把保险的本质加进来，那他的保费不就要负担是最高，那显然这个不是全民健保制度它的出发点嘛。那从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定位这些优先顺序，因为从法律来讲各有各的道理，我讲是矛跟盾的问题，可是如果从它这个制度的最基本的角度切入，全民健保是最底层的社会福利跟社会安全制度，那这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第二层，所以第一层的呢基本上最底层都是用赋税的制度的角度来做这个保费，不要做这个裁员的征收啦齁。那从这样来讲的话，我认为基本上我是赞成这一次的修法。那如果真的要问我的意见，我认为应该是要去修全民健康保险法，而不是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把这个代位的部分把它拿掉。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的发言就到此，谢谢。好，感谢我们廖律师。那因为我们韦伯涛董事长他等一下因为也有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调换一下顺序，让韦董事长先发言。好，来。好，对不起，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我想几位大律师从法律的观点呢、发表了很多很精辟的意见。那个非常的高明，我想仅从财务管理的观点来说一下对这个议题的看法。我的结论是，既然各方意见都觉得自己这一方好像吃亏了，那个对方赚到了，这回归到保险的本质，我建议就往精算这方面来进行。那个黄副主委在这里，那个金管会也为这件事情呢，也伤了很多脑筋，因为左手也是肉，右手也是肉，我觉得回归到这个金额的问题啊，还是由一个计算小组去把它算出来，因为财务管理上最怕就是搭便车，早期说坐公车，有一个政策说军人要要半价，好军人半价。儿童半价，学生有学生票，所有这些呢，责任都由公车公司来负责。公车公司亏钱，他一点责任都没有，都是你政府一大堆政策要我优惠嘛，所以弄了半天，公车是赔累的一塌糊涂。全国各县市的公车没有一个是赚钱的，就是因为有人搭便车。后来我们才搞清楚，哦。你军人要半价可以，国防部你编钱；学生半价，那教育部门你出钱。哎，这样一弄呢，发现了，哎，现在各位那个也不要半价了，看电影也不半价了，
啊，水电也不优惠了，啊，谁要优惠谁就负担。那现在这个问题产生就是这样，健保局一看，哦，这个好吧，有人出钱，所以说一个车祸进来，我装支架的钱也算在里面，所以一张账单全部给强制汽车保险。所以强制汽车保险这边呢就觉得我吃亏了，所以就说干脆把你的代位求偿权把它弄掉。所以各位，这东西一定是有一个金额在这里的，你什么样的车祸，整年车祸下来精算的结果，车祸所产生的医疗金额就应该是多少，不应该是那么大，也不应该是那么小。所以计算出来的结果呢，那就变成很清楚，就变成是一个统筹来谈的，不是个别来谈的。所以说你强制汽车保险这边该给健保局多少就是要给多少钱。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还可以避免掉刚刚大家所担心的每一个个案认定的这个成本问题，这个成本一定非常大哦。那如果是打官司的话，那不知道打了什么时候。所以我提出这个浅见呢，也是我们这个财政的这个同仁想来想去，保险的问题还是由保险的精算自己来解决。那一下子如果说强制汽车保险全部都不支付了，那强制汽车保险当然往好方面讲，它可能降低保费啊，那个回馈到保险人，但是也可能保险公司自己就带来平安拿走了。那个刚才听到几位大律师讲，我们各种保险呢、保障其实是还不够的。各位，我们现在以为保险全部 cover， 但是我们还是听到很多譬如说哪一类病又不保，哪一个药又不付。我亲身经历那个一个重病的朋友到台大医院去，他的血液坏了，说你马上进来，你要打两针，每一针30万，现金支付，不打小命不保，打了健保不给付。各位，这不是要命的东西吗？你保还是你是打还是不打？倾家荡产也是要打，万一他真的支付不起的话，各位，那还不是跟早期一滩血一样，你交钱就活命，不交钱就不活命。所以说健保不要以为现在已经是收支平衡就很满足，还是很多人因为保不出那个你不支付的这个药钱，生命面临威胁的。所以我们健保也还可以更精进。我们强制汽车保险刚刚讲，整个一个车祸下来150万，你如果把我家里最重要的经济支柱者撞坏了，不能工作了，这150万有什么用？所以我觉得台湾社会啊，我们可以进步再进步。那个、政府存在啊，就是要为很多很极端的例子解决他们的问题。今天主席跟各委员能够举行像这个样子的听证会，就是我们台湾进步的象征。谢谢各位。谢谢韦董事长的发言哈。那我们在场的委员如果要发言的话，随时来告诉我，好不好？哈，好，包括江委员哈。那因为李理仲李教授还没到，那我们辅仁大学的李志峰教授到了没有？哦，他有提书面哈。那我们也请先参考。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我们谢天能谢律师？他已经到了哈。那谢律师也是消基会当过消基会董事长，来，我们请谢律师。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主席这一次召开这样的听证会了。这个案子其实在103年，丁守中委员就曾经提过，那结果财政委员会独会通过以后，全民健保会才知道这样的情形，结果所有的护卫的代表反应都很激烈，所以也开过记者会，反对说，这样的方式来修法，所以这个部分我先把这个缘由指出来了哈。那这一次，我们是医界的代表，把相关的提案送到我们全民健保会，所以所有这样的提案，
又引起大家的注意，说奇怪，两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提案？哈，那当然前后两个提案有一点不同，有一点不同。现在这个提案，思考上面是比较细致一点的，但如果你从他提案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模式，刚刚我们也有教授提到，这样其实被保险人本身哈，他会多支出医疗相关的费用，哦，本来这个部分是健保已经付了，所以健保系行使代位权跟保险公司要了，对，那保险公司要了以后，当然就不可能跟被保险人要嘛，那责任保险的本质就这样子。那现在把这个修了以后，变成被保险公司没有办法付，没有办法付，变成说，被保险人这个部分可能被害人还要跟加害人来求偿，那这样的结果推演的结果里面，我们感觉上面好像就是变成对保险公司有利了，啊，那对那个被保险人来讲也不利，因为我已经投保这个汽车强制责任保险了，怎么会变成我医疗费用人家要跟我要啊这个保险公司没有 cover 在里面，那可能一般的消费者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深思了哈。那第三个我要指出来是，我们健保会一直要健保署去检讨高雄气爆的事件，还有八仙城爆的事件，这些代位权有没有办法落实？啊，刚我们也有教授提到说，肯定说有否定说这些相关的意见了哈。那我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健保法第95条事实上是有什么有疑义的，啊，它本来就有写汽车交通事故啊，可以去什么行使代位权啊，现在只有在汽车强制责任保险法去把这个东西说，哦，我赔的东西不包括代位权的部分，不包括医疗费用的部分，那这样的话不是很奇怪？两个法律，这个假设修法通过，那跟全民健康保险法第95条第一款就怎么样，就冲突了。所以在技术上面，我认为说提案只提在财政委员会本身审查，我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健保法也应该，如果你认为这个东西是合理适当，健保法也应该一起怎么样？一并检讨，但是我刚刚听到专家指的意见里面就提到说，健保法的代位权本来这样的一个文字就产生一些误解，好像只能对什么保险人来行使，没有办法对加害人行使，像高雄气爆事件一样，加害人本身智力很强，但是能不能跟他对他行使，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啊，对不对？那他当然有不同的见解产生的争议，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应该要考虑的。本来这是一个社会保险，今天假使我强制汽车责任险用这种法理去做，我95条就全部要废掉了。意思就是说，他还是被保险人啊，每一个全民都被保险人啊，所以只要有医疗的东西，都是全民健保去怎么样去 cover 这个相关的费用，不能再做其他的球场。那我想，我们全民健保本身的健保基金很快就侵蚀光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哦，知识体大。应该要慎重其事啦，在技术上面不是只有财政委员会去检讨，也应该请我们的卫环委员会本身去面对，两个事件都发生了，而且对你像那个高雄气爆已经过快2年了，为什么没有这些相关的提案？那我们也在指责健保署本身有行政怠惰的问题，所以这部分我们也希望贵院委员齁能够注意相关民意上面的需求了哈。那最后我当然要讲的是，其实会提这样的法案本身的问题是很清楚，是因为健保署去代位行使，他那个代位行使办法里面为了什么样化繁为简，他说从事故发生那一天，然后一个月里面的费用你都要付给我，那后面就没有了嘛，对不对？那这个如果你把它放到高雄气爆或者放到八仙城爆，其实某个角度是很清楚的，他只能请求一个月了。问题高雄八仙城爆本身，这些受害者本身的医疗费用不是只有一个月啊，递延到现在都可能还在医疗。那他为什么只请求一个月？他就是便宜行事嘛。那这个东西不妥当，没有办法判别因果关系，没有办法合理的求偿回来。我觉得健保署，我们在全民健保会要求他要好好做检讨。那问题既然出在这边，我认为应该要责成健保署做这个部分，看跟保险局怎么样去做协调。我认为还是应该要怎么样，账要算清楚了，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跟你这个汽车车祸无关的，你不能跟人家要嘛，对不对？汽车跟你的支架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汽车跟感冒有什么关系？通通没有关系啊，这些东西不能要。然后你把原来的一个月的限制把它打开嘛，只是它在作业上面会怎么样？会比较繁琐。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做了，哦，所以这部分我们也希望，两个主管机关，哦，能够好好做协商。那希望我们这一次的修法不要造成什么，不要造成劫贫济富的结果。所以在这边我们，强烈的希望，哦，我们有问题好好解决，但是不应该让问题变得更复杂。好，以上是我的，简单的报告，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谢律师。那我们现在在场又有一位我们财政委员的委员到场，我们的黄国昌黄委员，哦，那黄委员，等一下如果你有需要发言或者什么时候发言，你就随时跟我讲，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台东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资深顾问，我们的黄国忠，哦，黄律师，黄律师也当过立委，哦，我们请黄律师来。主席，我们国字辈的徐召集委员，曾委员，黄委员，还有江委员，刚刚，谢大律师讲到劫贫济富，那么川普的五万块钱比穷五位穷人的一万块钱还不值钱，因为穷人需要那一块钱，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种货币边际效用的问题。这几天发现科学频道讲多重的宇宙，柯妈妈的儿子叫柯崇宇，是东海林财经教授、中央研究院张茂贵教授的学生，在东海附近被连结车撞击，那后来30年前也来找我，那我们的法律事务所还让救援协会去开会，我们合伙人的配偶杨欢婉第七届立法委员还写了一本车祸民刑事责任的书，后来柯妈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就是现在的张荣花基金会去抗议拉白布条，李登辉主席指示财政部研究，因为那时候交通部不管，内政部也不管，他们觉得都不干他们的事情，才有今天，应该说20年前的强制汽车责任险的立法。那当时呢，谢启大委员有一些比较不同的意见，我觉得都情有可原了，他问我说，受益人跟受害人怎么可以写在同一个条文，而且同一个条文里面的受益人就等于受害人，后来我了解了，原来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就是保险契约的受益人嘛，只是说写在一个同一个条文里面容易引起很多的误解，所以后来的法律就改为请求权人。那在经济分析的讨论上面，其实不要写加害人、受害人，要写行为人跟相对人，这样讨论才会比较中立，不要用哲学上有价值判断的色彩先去预定说加害人不对、受害人不对等等等，这一类的问题在环境经济学上也有这一类的问题，这一类的保险其实需要较劲的是保险业跟货运业，包括客运业以及货运业，保险业跟运输业了这样讲，所以对一般老百姓来说，我们只要能够节省社会成本，就有这个制度存在的价值。那么保险公司跟保险公司之间不需要去调查说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因为新东京保险的车子被富邦撞保险的车子撞到的机会，跟富邦保险的车子被新东京保险公司撞到的机会是一样的，所以保险业不需要傻傻的去调查说车祸的谁是谁非，所以说强制责任险采取无过失责任是有它一定的道理。那么经济学分析上说行为人为什么要保险，其实它有一个动机，
就是法官不了解我的心，也许我很小心的驾驶，我没有什么错，今天的电视上还有螃蟹哥啊，从巷子里面冲出来，可能是假的车祸。那美国的驾驶手册还说，皮球出来的时候，你要小心后面有小孩子跑出来。那我要再更进一步的说，小孩子后面还有爸爸妈妈，应该把小孩子看管好。所以这种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尽然是行为人的错误。再来就是说，这种侵权行为，刚刚两位教授也提到说，保险、全民健保跟侵权责任的制度，其实要合起来一起观察。相对人自己也要小心，就是被撞的人啊，自己也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套的赔偿制度是不足额的赔偿。刚刚叶教授有提到，人家是1250万的欧元，那我国到今天可能涨价到600万、800万啊。柯妈妈那个时代200万，你要的话就要，不要的话你去慢慢查封他的车子还找不到。所以其实这种强制险赔偿的金额还没有精神的赔偿，也没有减少劳动能力，也没有增加生活上的需要。那我要再附带的说明一点，就是保险不赔故意，所以在讨论里面故意的部分要加以排除，因为会有道德的风险。那国家赔偿法写故意或过失这两个字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宪法24条只写说公务员违法国家要赔偿，他没有想说公务员故意或过失。那整个机关几百位公务员，老百姓如何去找到有故意或过失的公务员？所以这是附带所讲的事情。再来就是说，强制汽车责任险里面没有被保险人这四个字哦，非常好玩哦。他写被保险的汽车，就包括被保险的机车哦，这是一个有趣的法律问题哦。在保险法上，什么叫做被保险人？就是因为汽车事故而发生保险理赔条件的那个事故了哦。所以被保险人、被保险汽车的这种用语，其实都还要再加以处理。那也插播一下说，如果修法需要卫环委员会联席审查的话的技术性问题哦，德国的话要财政委员会自己通过，然后卫环委员会也要自己通过，甚至还有可能有预算决算委员会的这一类的问题啊。刚刚也有提到说奥巴马的欧济健保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是一种税，是合宪的，可是现在又受到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阻挡，发生很多的问题如果说赔偿的金钱省下来的时候，是事前回到被保险人的口袋，还是事后回到被保险人的口袋，就需要请环护主委这样精算一下。那最后有限的时间，我要说明的就是说，其实强制险它所理赔的范围跟侵权行为的理赔的范围几乎是重叠的，所以我在我的书面资料里面写了个日全食木星的太太 Juno 已经走到木星的轨道上面可是全民健康保险法里面有两个部分是不赔的，一个是死亡的部分不赔，一个是故意的部分不赔。那我最后要报告的就是说，其实文明的社会发生事情的时候，就是交换保险证嘛，不需要吵架或打架我的结论就是，对不起，行个礼，没关系，了了矣。什么叫做了了矣？就是赔钱的事情就给保险公司去付谢谢各位。对不起因为临时有个美国的
我们的台桥发生一些事故，叫我死在家里，所以在联络市警嘛，很抱歉啊。我们现在滕西华，我们民间监督健保联盟的发言人哦，滕小姐已经到了啊，敲黑波带机了哈，不是波带机哈，好好。那现在我们因为曾明忠委员啊，他当过金管会的主委啊，他有一些意见，也要向大家来做个说明。我们请曾委员来，请。谢谢主席。主席、黄国主委，还有各位学者、专家，还有黄国章黄委员，还有江永昌张委员，大家好。我首先非常谢谢，今天主席非常有眼光，非常好，非常排了今天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第27条的修正草案，这一条的影响会影响关系重大。首先对主席表达感佩的意思。另外我要利用机会跟各位报告，如同金管会的书面报告了，强制汽车责任险从87年1月1号实施到今年最新的资料4月底为止，理赔的金额已经高达2130亿元，受惠的人士已经超过377万，那已经发挥了它重大的政策效果。那这个实施过程当中，我要利用机会非常谢谢柯妈妈过去长期推动这个制度，我们是不是给柯妈妈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真的谢谢柯妈妈。那也非常谢谢金管会所有同仁推动这个制度，维护这个制度，让这个制度运作非常的顺畅。那今天有关，我要利用机会谢谢主席，也非常谢谢在座的所有专家学者提出来意见。今天虽然大家的意见不太一致，但是我事后了，我会再一步的拜读各位深入的相关的意见之后，我会会同主席，那还有国民党的委员，在财委会的委员一起。研拟相关的提案，或者是配合主席的相关的想法，我们一起来推动，希望让强制汽车责任险的制度能够更完整，也能够更能发挥它该有的政策效果。那当然现在27条承保的范围包括三个部分，包括死亡给付，包括残废给付，包括伤害医疗费用，但今天主要是聚焦到健保代位球场的问题，希望今天能够有个好的结论，有利于事后的修法。最后再一次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感谢我们曾明忠曾委员。那接下来我们请民间监督健保联盟的发言人滕西华滕小姐发言，来，滕小姐请。我们那个主席，我们徐委员各位与会的委员还有先进，大家早安哈。很抱歉早上有事耽搁迟到了哈。那这个今天有一个重点是跟全民健康保险里面代位球场的这个关系。那我相信在卫福部的报告里面有提到，全民健康保险法在包括这个94条、95条里面都有规范一些，包括职业灾害，由职业灾害保险理赔，或是95条里面代位球场的三大项目里面，其中第一项就是汽车交通事故明文规定是跟强制保险人进行这个医疗费用的这个代位球场。那另外在施行细则里面有另行规定哈，所以像八仙城报这样的重大的公安事件里面，也在全民健康保险法代位球场的范围之内。那其实在整个说明里面，其实原本全民健康保险的代位球场给付虽然是不问事故的原因，可是其实在所有全民健康保险里面的代位球场都是有限责任的球场，也就是它并不是事故发生之后所有跟这个事故有关的费用全民健保都可以代位球场。那这当然跟我们这个法
在为球场的这个效益有关，就是说你球场那么讲法律的，所以我们有规定一些最低金额以下的不代为球场，就是怕这个行政的成本太高。我们对球场的有限责任也有规定医疗费用产生的期间，所以102年之前呢，虽然在跟强制汽车责任险这一部分的这个球场的范围里面采不问事故的原因，但最后也在金管会的协调底下，慢慢的其实就问事故原因的，所以我们球场的范围事实上已经变成越来越窄，所以在103年之后乃至104年，好，我们的球场的范围其实就已经从原本的事故发生不问原因，到缩小为本来事故发生了4个月内，到缩小到目前只有我们疾病代码跟车祸有关的2800多项的这个疾病代码要先说，所以事实上全民健保代位球场的有限的球场的责任跟范围已经历年来都逐步降低，好，这第一点。第二点是球场的金额，虽然金管会有提到，只有提到汽车强制责任险、汽车事故代位球场是占整体球场金额的 50%， 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容易球场，就事故对象容易有，它不需要像食品安全，它不需要像这个八仙这样，它就要经过冗长的这个诉讼。它其实在相关的法规里面就有规定说，它应该要球场的这个范围跟它的对象其实都相当的明确，所以这个也会导致它球场上面当然比较容易在行政或是实务上比较便利，因此它就球场的金额比较容易能够得到。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也不是全部都球场，大家以为全民健保拿了很多钱，事实上风险分摊跟风险转嫁在全民健保跟其他保险的关系其实是相当，是它其实基本上是不冲突，它应该没有重复给付的问题。但我们这个法想要修订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重复给付有关系，可是就像职灾一样，它去保职灾险，当然职灾之后产生的医疗费用必须要这个事故当事人或是事故可以找到这个这个事故原因的这个对象来进行医疗费用的这个代偿，所以在整个代位球场的金额里面，其实在汽车交通事故我们也没有办法100%去代位球场，最高比例历年来从民国94年开始到民国104年，我们最高最高的代位金额不过70几%，也就是说整体医疗费用产生即使呢一年有到25亿左右的金额，仍然只是在整体因为汽车交通事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里面的70几%，并不是100%由保险人来负担。好，那当然更不要提补偿基金的部分是没有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大家其实在全民健保里面代位球场里面已经有一个有限球场责任，那这个意义一定要保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全民健保这整个体系里面，我们在计算平均费率的时候，虽然不问事故原因，但并没有考虑到重大的安全事件、公安事件、重大的这个故意过失，或者是像发生类似像疫情这样重大的这个机制里面所产生的医疗费用。我们在协商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另外有考虑这样子的风险因素，所以才会有政策配合款。所以为什么每一次有重大疫情或者是像八仙城爆这样重大案子的时候，它必须有个额外的机制去处理医疗费用。假如在代位球场这个部分又没有办法去行使代位的话，我想在整个全民健保的体系里面，在计算费率或是计算医疗费用的时候，都可能会造成协商上面的这个困扰。那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在103年的那个修法，因为很抱歉没有办法聆听前面几位先进的这个高见，在103年在第八届委员会的那个提案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这个提案，那个提案是更不好的提案。那这次的提案虽然是有进一步的修正，说这个全民健康保险这个不能够去球场，我想这个提案是比原本103年提案再好一点。那为什么这个？因为我不知道，谢律师刚刚有没有提到全民健保会的这个意见？我们认为这样的提案如果成立，即使是只有在汽车强制责任险，也就是我们有明确的球场的对象的时候，如果都放弃的话，我们在执行相关包括食品中毒、重大公安意外，像八仙城爆这样子，它的整个代位球场的逻辑其实都会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明确有事故责任。有事故的这个肇事原因的，如果都没有办法在医疗费用上面行使代位，好，没办法行使有限的这个代位球场的话，那将来我们在其他的这个重大事故的这个代位球场的逻辑跟它的理论基础，其实都会
受到动摇，都会受到动摇。所以今天也是代表就是民间监督健保联盟，其实事实上不是相当支持这样子的这个修法。而且其实让保险公司在计算这个费率的时候，早就已经把这个成本也已经有内涵。刚刚那位专家讲得很好，就是我们由保险来处理这些事故。那在行政体系里面，如果原本的保险事故就有给付医疗伤害保险，健保自有那个道理行使有限的代位求偿责任。以上，谢谢。好，谢谢我们滕小姐。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推动者，我们的柯妈妈柯蔡玉琼女士来发言，来请。主席，各位大家好。今天呢，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怎么搞得变成这么复杂？首先，我们大家要注意，先厘清政策的理念，要合理合情、人性化。因为我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会再补充。第一点呢，我们今天是讨论五个项目，那么我一一会回答这五个项目，是很正确的。第一点就是说，健保代位求偿的这个时空背景已经错乱了。原先它设计是第三年任意责任险种，各位，它是过失基础，保险人要去代位保险人不能占，这个大家要听得清楚。它设计当时我们强制企业责任保险根本还没有诞生，我还在立法院苦根抗争，这个叫做螳螂捕蝉，麻雀在后。这个等一下我有事情。有空要讲，柯妈妈让健保成为最大赢家，因为我这一章等一下我会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是民生报的85年的11月20号报的，所以我才会提，我95条有修正，不是没有，有去提案，结果挡了4年，卫防委员会的挡了4年，你们去看，去看他们有时候不排，有时候是留会的，这个我等一下会再讲。第二点，103年看到这个报纸，我就提案的。103年12月25号，一读通过，又被卡住了。这是卫防委员会，就是我们社福部跟那个健保，他是行为二把。好，等一下会讲。那么再说，我们强制汽车保险，我简单说强制车险。强制车险在85年12月13日是通过，但是我们缓冲期是1年哦，87年1月1号才实施。我们是采过无过失基础哦。大家要看清楚哦，无过失基础就是无过失，就是等于无责任。那么要何来的法理基础代位呢？大家想想看。第二点，这个无过失基础就是要让不幸的车祸受害者不用过失，不用打官司，就能尽速的得到基本保障，解决家庭的困境。那么强制车险是采无过失基础。请问法理上是不应该被代位求偿的对象，所以健保法的95条代位求偿它是源于过失责任基础，所以我们是无过失基础，理赔是对象是被车祸的被害人，法理上更不应该被代位的对象。那么健保法95条代位是要针对有责任的加害人才正确。反观我们人身保险业啦，跟无论是功劳保啦，或是那个商业保险啦，均无类似95条代位求偿的权啊。所以健保95条它是社会保险，是要向切向那个政策性的强制车险代位求偿，根本就是严重的侵蚀行政资源。那么体商这部分，你让民众交了健保费。又被设计在强制车险的保费内，等于重复的加保费，增加用车险的那个保费负担。那么现况的问题，这个错误政策引起民怨，一定要修法。再来，第二就是我们这边的提纲讨论的健保、强保同是政策性，但是不一样，一样在救人的哦。健保是社会福利的一环。是属于社会保险，有政府补助经费及雇主的分担。那么强保是政府强迫汽机车驾驶人投保，由保险人自行负担保费，政府没补助半毛钱啊，有如被保险的互助费，
全世界也没有说政策性保险跟政策性保险代位的例子，而且政府有补贴制度，却向政府没补贴的制度求偿，这是非常不公不义不合理的政策，法一定要修。我不厌其烦的提出修正案，就是因为要杜绝健保无因果关系之疾病代码的代位求偿医疗给付费用，连香港侥幸病痔疮、咳嗽、生孩子、癌症等等都来抢寿险 的医疗给付，这是不应该的。那么受害人他亲身向保险公司求偿金额1200块啦，那么健保就用强制性责任保险 的那个癌症来向保险人请求的198000块啦，甚至更多的案例中受害人仅向保险公司 的申请几千块、500块等于理赔金额，但健保通通来求偿200万啦。这个案例不是没几啦，当强制险是提款机，车祸受害者是提款卡，有失公平，法一定要修。这是监察院已经查证事实为证，那么一法归一法，也可以说前不正年观测万年，不公不义的政策要修，不能才能落实全民生命尊严与权益。健保他还蓄意的将医疗费用20万要提高到50万，才被识破真相。他要搞垮强制险，不能永续经营。他抢收车这个弱势的救命10年钱，这是有天谴会报应的哦。所以这个处罚一定要修，要不然是国家的耻辱，贻笑国际。那么第三点，你们看那个提纲。那么强制险给付项目有死亡、残废及医疗费用三大项。这其中的医疗费用中又区分了急救费用、诊疗费用及接送费用三项，健保当强制险提款机的部分讲给你们听。诊疗费用，而101年数据显示，2011年的强制险责任保险医疗费用共赔付40.1亿，听详细。但健保拿走了30.6亿，真无资料哈，占了强制险的76%。换句话说，你强制车险的投保人呢，除了要交健保费之外，只要投保强制车责任保险保费中，就有70%呢被健保提起补他的大黑洞。这种剥削怜悯血汗钱的错误政策，法一定要删除，否则强制车险保费无论提到多高，最后都是落到健保的口袋里，这是太不合理了，这价格不贵人家赔了。再次强调，此法一定要修，否则社会会大乱。第四点，大家都不清楚，特别补偿基金就是我们强制车险的七大特色之一。这个不在今天的讨论之下，这是万一肇事逃逸或是未买车没有保险的肇事，是理赔受害者的补偿，这个是不在这词内。今天当务之急要谈的是我们的特别准备金被掏空了。强制车险特别准备金是这个制度的蓄水池。要事先将水池的水蓄满，再来就是要所有规划用水，如此才不会遇到干旱的时候来临没有水用，而且无水可用的时候要人民拿钱出去买水，这一定会引起人民跟运输集团、运输业的集团哦反弹，而且他们不是丢地上，是会丢石头。所以强制险设立独立会计专款专用，一起损失呢跟那个实际的损失之差额是应该要提存为特别准备金，但是为了要调高保费，那个降低保额，而且又是弥补存保费不够的，这个是不能收回移转后供其他用途呢？那法规明明定的非常清楚，47条，为何被健保掏空了260几亿？汽车准备金没了，现在是目前是用机车准备金在摊赔，以影响到汇率。调高保费而变质，违反当初立法精神与本质，而受害是全国百姓的权益与保障呢，无法保障呢，所以这个法一定要修。第五点，此为修法，否则现况无法改善。得归家。86年到今年19年了，被健保用无因果关系之疾病代码来
这个魔术是四亿人哦，但是他吃了天头，冲昏了头，一拖再拖，打迷魂战，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的手法，就有如诈骗集团黑箱作业，闭门造机，有心人士官官相护，吃了弱势族群的这个过过，卫福部在袒护健保，错误的示范，哪能教育下一代的品格呢？所以此法一定要修，才能向社会大众交代，真金不怕火炼，抓包会包不掉啦。所以请大家要用政策理念去思考这个问题。谢谢。等一下我会再。好，那啊，感谢刘参事哈，那个发生死亡事故那个是在美国，所以有法务部感谢你哈，刚刚有特别提到说要帮忙，那外交部已经在处理了哈，感谢嘿。好，那我们现在，黄委员、黄国章委员是不是要发言？哦，好搞，好，我们等一下，我们那这样子哈，我们来一个，因为我们时间还有哈，那我们来个第二轮发言哈。啊，你要先讲 ，OK， 好来。谢谢主席哦，不，因为我在想听第二轮发言以前，我想把那个讨论的范围啊，大概再聚焦更线索一点，那可能有助于本委员会的委员接下来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讨论的基础哈、哦。就在规范架构的。在整个规范的架构下面、啊、当因为出现汽车事故的被害人，那他本来第一线要去赔偿的责任是那个加害人，或者是在无过失的情况之下，他本来是要向强制车险的那一边去请求，那后来是因为避免他自己要先支出费用去就医，所以由全民健保 cover 了以后，才设计了全民健保去跟强制车险那一边的基金去代位求偿啊，这整个法的规范秩序。那因此在整个责任的归属上，最起码我看了有关于全民健保法以及汽车强制第三人责任的立法意旨的时候，大概这样子的规范模式，代位求偿，那以及避免说双重受偿的情况是蛮稳固的。但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似乎在于说，现在汽车强制责任险的基金之所以会不断的下降，甚至会不够，那可能有几个存在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说，目前在保险费率的计算上面，那个要缴的保险费率不断的调降。那当初基于的考虑是什么？是因为说这个基金很充足，那因此没有必要缴这么多的钱，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政策考虑？因为这个部分可能要麻烦金管会这边回答，我才有办法比较清楚的评估。那第二个也是大家诟病最大的，就是在因果关系啊的建立之上。那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同意哦，跟汽车事故没有关系的疾病，是绝对不应该让全民健保那个部分去跟汽车强制责任险代位求偿。那重点是在说，就这个因果关系厘清确认的责任，那到底是要由谁来加以承担？那第二个是他在行政的作业成本上面，我不晓得说行政部门这边有没有经过比较仔细的估算，他可以减少到不必要的代位求偿所产生的浪费，跟在进行这个因果关系的认定上面所支出的程序成本，这两个哪一个会比较大的问题？那我相信这个法案、啊、最后不管采取什么样子的修正模式，对于柯妈妈长期以来在推动啊这个汽车强制责任险，那对于很多车祸的被害人造成实质上面啊的加惠，那我跟社会上面非常多人都一样啊，对柯妈妈这样子锲而不舍的努力啊跟精神，表示高度啊的感佩。那不过我们最后可能在进行这个法案修正的时候，是不是要采取这样子的规范模式，还是有其他模式的调整，可能在广泛的听取大家更进一步一轮的意见表示以后，那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可以作为修正参考的依据。谢谢。好，感谢我们黄委员哦。其实因为不管是从健保或者是从汽车强制责任，
这两个都是我们国家社会安全的一部分、啊、都是我们国家社会安全部分，所以大家都是如何建立我们国家社会安全一部分，大家在用我们的头脑，然后去希望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哦、所以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啊、似乎很简单的一个修法，反而会造成一些不一样的意见，就是大家在整个社会安全的体系里面，那要从很多地方去考虑到，所以看起来很简单反而复杂，原因就是在这样、啊、这个复杂 我在这里表达我的意见，说不是说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哦、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而已，但都是为了我们国家社会安全体系的建立、哦、那所以会产生这样子，有的法律看起来好像要修改起来很庞大、哦、譬如说最近我们在修改的关税法，看起来一修是几十条，其实每一条都没有什么，三两下子没有一个委员有意见，不到一个小时全部都解决掉了、啊、反而是这几个字会 很多一点、哦啊、原因就是它牵涉的会比较大家的各个角度的问题、哦、在这里向大家做个说明。那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所以我们是不是来个第二轮发言，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再充分表达刚刚的意见，可以重新再思考再表达你的意见。但是我们第二轮发言，我们是不是稍微把时间限缩一下，我们改为限缩五分钟好不好？好，那我们五分钟就请我们的专家学者再来第二轮发言。那我们是不是张冠群老师已经先离席了，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叶启周老师看还有意见来。那韦董事长你要离席还是要等一下，你先讲一下。我不要 OK， 好，那谢谢。好，谢谢主席给我们这个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再做第二轮的发言。那健保制度，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健保制度的国家，我刚刚说它其实并不是这么全面的。那我还是回到来，所以说其实健保制度跟强制车险制度都同时有而且实施了很久的德国，那他们的健康保险是社会保险性质的健康保险是可以对强制车险代位的，甚至它的代位范围并不局限于像我们的健保法第95条这样，所以说它可以对任何事故的加害人以及这个加害人的责任保险代位，这个是已经实施很久以来的一个状况。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思考。那我还是回头去说，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么复杂问题回到原点了，就是说我们少让健保去代位这二十几亿，那这二十几亿会到哪里去啊？因为我们的强制车险的另外一个，除了刚刚柯妈妈所说的无过失的这个精神之外，第二个精神就是无盈无亏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二十几亿就留着，让这个金一直越来越多，因为它要么就是拿去调降保费，要么就是用来提高保额。你不能自己不能有这个目的，因为无盈无亏这是也一开始立法的时候也设计的一个基础原则，所以一定要有个地方去。那看起来我们现在对往哪里去的，我看到的答案就是往被保险推到被保险，因为我们看到精算的结果就是主管机关提出来的是降7%，我们没有看到第二个算法是如果这二十几亿不退，我们可不可以增加保险金额。如果用选择增加保险金额的话，那可以增加多少，这个我没有看到这个算的资料，或许有，那但是看不到。那所以往哪个地方去，这个是一个姑且我们先把刚才的争议，就是到底这个费用该是由强制车险负担还是全民大家来分摊比较公平，这个先搁置在一边。钱往哪里去，二十几亿往哪里去，每一年的二十几亿往哪里去，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还给被保险是好事吗？我想这种强制性的保险，每调降了这么多次的保费，每次调降的费用都是大概一个便当钱两个便当钱、啊、其实一般投保强制车险人其实是无感的啦。可是等到我们如果哪一天觉得这个保额不太够想要涨的时候，想要涨它一个便当钱，那可能就会大家可能会又很有感了。所以把这个节省下来二十几万拿去做调降强制车险的保费，其实我是高度的不建议，就不建议这个方向。那可能就是是不是可以考虑往增加保额的方向去想。那这个都我这个前提是不涉入说到底哪边分担公平的问题，光我们接下来如果真的这样修，下一步是什么？那如果调涨保险金额的话，那么
我们接下来产生的后续效应，包括对特补基金的影响啦，哦，等等，因为一调就不可能回来嘛，每一个调整都是一调就不可能回来，那这个长远的效应影响是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评估到？我想这个是我们看这个提案，它的影响绝对不只是眼前的这个样子，哦，所以，然后不过我还是强调最后刚才结尾的 B 版本，因为我书面建议是 A 版本的。A 版本看起来是把 7% 的保费回馈给被保险人，强制汽车这保险被保险，看起来是让他赚到了。换成 B 版本之后，他拿到这拿回这 7% 的保险费，少付了 1% 保险费，接下来他多面临的就是每将来万一他发生车祸，被害人所花的医药费，统统他自己要付，而且被害人所花的医药费，包括被害人自己口袋掏出来以及全民健保替他付的这个强制车险的被保险都要再付一次，这样子是不是我们所预见、我们想要的？如果我们真的要，那当然就尊重大家的意见，也是这样修了。好 ，OK， 这是我补充的看法，谢谢。谢谢叶老师。那因为我们廖律师11点要赶去开庭，所以现在还有时间了。廖律师，您来，我们就先让您先第二轮发言了。谢谢主席啊，我是真的确定要去开庭，因为我是要去花莲开庭。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我本来抱了一点小小的心愿，看能不能花莲宣布下午停班课，结果是宣布下午4点以后停班停课啊停班，那我的停是3点半，看来我还是要去开庭了哈，该来的躲不掉。那程序刚刚讲的了哈，我觉得这个议题是我认为不是法律的见解的问题，而是在于价值取舍，是在于说到底全民健保制度跟这个所谓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制度是不是优先顺序还是平行的一个地位。如果是如同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全民健保其实它那个不是保费了哈，那个是等于是科税。那科税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话，它应该在我的理解，它应该是放在整个社会的这个相关的补偿制度的最底层，所以它还是应该要去承接所有不论任何事故所造成的医疗的支出，所以还是由它做第一层来做 cover。那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呢？如果我刚刚讲那个逻辑那个利润是对的话，那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放在第二层，商业保险是放在第三层，所以没有错。其实整个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福利跟安全制度其实应该是由这三层加起来，因为财政的支出财政的收入有限，你不可能全部来靠国家来支出这些所有相关的一些赔偿。所以我还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全民健保的本质应该是不应该有代位权的存在。那至于说裁员的问题，我也认为不应该，可能我们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有时候可能可以有调降保费的空间，就应该把健保的这个追偿挪到这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这边来。那当然因为刚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认为如果是要修法，我个人的看法是要修全民健康保险法第95条，把那个代位那个部分拿掉。那这个这法律这个部分，我的看法是跟刚刚谢大律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法放在这边修蛮奇怪的。哎，如果要把这个权利拿掉，应该是要去修全民健康保险法第95条。那另外就是说，我也提出一个另外一个相反的思考点了哈，就是说，如果全民健保署可以向，因为这个医疗费用的支出可以来向强制车险来代位的话，那我们保险法的这些寿险的医疗支出的部分，是不是也有可能也会有类似代位的问题？所以这样
变成说其他的保险，因为我们认在保险的商业保险的法理是认为说医疗保险是没有代位权存在的问题了，那如果我们这边全民健保法有这个可以代位的问题，我想提出的就是说，那我们的医疗保险是不是可能也可以有代位？商业保险的医疗保险也有代位的问题。那我最后总结了，就是说，因为现在财政的确是困难啊。那财政困难的，我认为第一个思考点应该是尊节啊。我们的健保为什么支出这么多啊？我是认为，是不是应该先检讨说我们的医疗的资源的支出过于腐烂？因为每次去看医院，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经验就是，医生每次都开好多药。那我自己觉得，我最近几次去看医生，那开了药回来之后，我看他都开抗生素给我，我就想说，我身体有这么差吗？我这一两年吃了很多的抗生素，可能只是因为肠胃的不舒服或怎么样。那抗生素一开，我如果没记错，我还有点医疗常识，都不是吃一两天，抗生素是要吃一段期间，否则会有抗药性的问题。所以我每次去看医生，肠胃不舒服，可是我每次都至少两个礼拜的药回来，我认为好像也不需要这样。好，谢谢。好，谢谢廖律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罗老师，罗俊伟罗教授，罗老师来，请。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好。那个，这个我想啊，今天在这个全民健康保险跟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哦，它所构成的这个构成员是不同的哦，它承保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呢，大概这两个保险大概不会变成说有所谓的一个重复来付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我想这个第一个，我们还是要把它厘清哦。如果说你把这两个把它 miss 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恰当的哦。因为你今天在汽车强制责任保险这个部分，这个是你去开车的人，你去使用这个机车的人这个风险哦。那么在全民健康保险这个可能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这个第一个可能要把它再厘清一下哦。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想要再表达就是说，这个全民健康保险哦，它最主要的就是为了来促进这个国民的健康这样的一个目的来设置的一个制度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不应该去终局的来承担这个车祸这种加害人的这样的一个故意过失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损害哦。那么这个部分呢、啊、齁，那么我想这个把它厘清的话，大概也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讨论是很有帮助的哦，很有帮助的、哦。那第三个来讲哦，那么我个人是认为说，不管你今天在这个全民健康保险，就像刚才我们廖律师说啊，它是一个这个人身的保险呢，还是所谓的一个损害填补型的保险，这个都不管哦。那么我们今天全民健康保险这个部分哦，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个本质哦，它几乎都是跟这个税捐的苛征哦是相同的一个情况之下哦。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全民健康保险它是跟税哦，这个是公平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你今天用全民健康保险它去承担这个所谓的一个车祸事故的这个他们的医疗费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哦。那么再过来的话，我个人是认为说，我们全民健康保险法刚才也很多人提到，就是说全民健康保险法95条的一个问题哦，我认为这条确实是要去处理的、哦，而且呢我个人认为说，我们现行的全民健康保险法这样的一个限制代位是不好的哦。我们认为说，我个人认为说啊，它应该把它变成一个全面的一个代位啊哦。那么这个可能才是比较能够符合我们这个所谓一个公平性的问题哦。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提供给大家参考，谢谢。谢谢罗老师啊。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谢天仁，我们润能国际法律事务所的谢天仁谢律师，谢律师请。这个法案哈，因为
牵涉到两个法律，好像不太适合我发言的。对，一个是强制汽车保险法，一个是全民健康保险法。那强制汽车保险法所牵涉的族群就是汽车的所有人，或是开车的人。健保法所牵涉的是什么？是所有加入健保的被保险人。所以我认为立法院在考虑这些相关的问题哈，到底孰轻孰重，我觉得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哈，其实应该是很清楚的。第二个我要指出来的是，把这个强制责任保险法的汇率到目前为止涨了几次，调了几次，然后从保的金额上面，原来是120万，死亡的部分最高赔120万，改成140万，又从140万改成150万，又从150万改成160万，又改成现在的应该是200万，汇率降，保的额增加，你的强制责任保险的这些基金当然就会侵蚀掉嘛。我不能讲说完全跟健保无关啦，我只是要讲是说我们全民健保如果有降，也只有去年我们认为政府把所有的钱都拿掉了，我们全民健保会才去要求降汇率，可能只有一次，以后大概没有机会。但是我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汇率，我以前也在会审会当过委员，降了几次，可以去查资料。所以我觉得某个角度，要把这样的东西全部归到全民健保上面的问题，我觉得基本上面是有问题的。先检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第三个我要讲的是，就全民安全的角度来讲，我要的不是这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安全。要安全就要车祸发生越少越好啊！这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赔那么一点钱，我们常常知道的，撞到人又倒车把他压死，他让整个赔偿的金额低了，低了以后，这一些肇事者本身的成本相对就怎么样就低，所以我们的车祸一再反复的发生。我记得大概几年前哈，尤清先生哦，那时候当立法委员，曾经召过一个公听会，说要不要把车祸致死来要求一个惩罚性赔偿金，要仿消费者保护法。那为什么这样的法案？车祸太多了，赔的太少了。那当时我也记得司法院的代表讲说，那个都是律师不会主张啊，我们主席是经验超过30年的职业律师，我是还不到30年了，也快30年。我要讲，是律师不会主张吗？还是我们的法院的法官小鼻子小眼睛，每次判的金额都那么低，怎么产生刹车防治的作用？整个司法的重心在那边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法官不知道他造了很多的孽，让车祸一再发生，发生不会降低，然后案子又跑到那边去，然后他累得要死，这个就是我们的现状。所以我这边要讲的，有这个法律很好，但是假使能够更积极的让它产生防治的效果，这才是重点，而不是一直发生，肇事的比例没有降低，
我相信这不是柯妈妈要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所以我在这边做以上的补充，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谢律师。那接下来我们请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资深顾问，我们黄国忠黄律师，黄律师请。我简单的报告六点。第一点是我以前在台大医学院讲了几个学期的全民健康保险法，这是大灾问啊。我只是简单报告各位先进说，其实全民健康保险法是全民伤害保险法跟全民疾病保险法。那今天跟强制险有关的部分，其实只是伤害的部分而已。第二点是我们在做一个政策决定的时候，要参考夏先义跟罗斯的不知的面纱。就是不晓得自己生下来是当副总统还是当护理师，是工农商还是军工教，不晓得自己是开车的人还是走路的人，这样制定公共政策才会公平。我们四个从这个角度去做政策的抉择。第三点我觉得非常的严重，就是好，如果今天照这个修正的条文通过，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大胆的向各位先进报告说，每一件车祸变成大家都要下来，也许不吵架，也许不打架，但是要把责任厘清，所以会有六万件的车祸事故的通报通联单，有六万张的当事故现场的测量图。因为有开罚单，所以会有行政诉讼；因为要请求赔偿，所以有民事诉讼。因为要那个因为要告过失伤害所以又有刑事的告诉状、判决书，还有第二审。本来健保署跟保险公司之间电脑几个案件，或者二三十张的 A4 的纸可以处理的问题，现在要变成整个社会的六万件乘以50张的状纸或判决书所以这种政策上的抉择、社会成本的考虑希望立法委员先进能够加以考虑。第四点是刚刚廖大律师所讲的说破产的问题，其实车险的基金如果是零，甚至有点有时候是负的，符合强制险当初不盈不亏的原则，跟这个跟劳退军工教退意思是不一样的。第五点，我呼应叶教授所讲的增加保险金我以前也写了一个请愿书，就是死亡的给付不应该小于重伤的给付，这个在经济学上都有很深远的讨论拿去见陈水扁委员陈水扁委员其实非常的熟练，他把我的请愿书这样收下去说这样我懂了，前后见面才15秒钟而已那后来这个案子被什么交通部啦、法务部啦、财政部啦打官腔，说有立法上的困难，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刚刚谢大律师提到法院的问题，我们司法改革有一个重点其实就是要改革以结案做成绩计算的一种方式，就不要都只管结案。因为如果只关心结案的时候，判的金额会很少，原告就随便找几个小理由跟你驳回我觉得这是司法改革中重点中的重点如果我们今天照这个案子来通过的时候伤害会变成这样，会变成怎样？第一万到第二十万全民健保给付，第21万到第26万强制责任险给付，那第27万以上的
就刚刚韦董事长所讲的全民健保不给付的，那就要看开车的人或走路的人，各凭本事。最后第七点，我有个更激进的主张，就是说如果强制险不赔这个伤害医疗给付的时候，干脆废掉这个强制险，死亡的部分、残废的部分由社会安全的预算来给付。谢谢。好，谢谢我们的黄国忠黄律师。那接下来我们韦董事长已经离席了哈，那我们请民间监督健保联盟的滕希华滕小姐在这里先向大家报告。也许你们觉得说好像委员比较少，事实上委员都在，有的其他委员咨询完都在研究室，电视都可以看得到哦，电视都会每一个发言他们都会看到哦，所以向大家报告，他们不是没有在听大家的发言哈。好，那我们请继续来。谢谢主席哈，进行第二次的发言。因为对不起，刚刚因为黄律师讲完的时候，我特别请教他说，所以如果按照黄律师的逻辑，其实汽车强制责任险好像没有开办的必要哈，因为有其他的这个，他是跟我说，对，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我想说是不是有误会？那再就是其实我在讲说，我在补充的就是说，因为刚刚提到有几个跟全民健保的这个概念的部分哈，就几位专家我都很同意，但是有几个观念上面好像跟我们理解的不太一样，我再提出来跟就教大家。因为本来就是保险它自己的费率跟它自由风险是不是能够相符，这个是每个保险都应该要考量的，不管它是商业保险还是社会保险嘛，好，大家都专家。那全民健保自己有自己的费率考量，当然汽车强制责任险也是。所以刚刚很多的先进有提到说，汽车强制责任险它的这个费率所产生收的这个保费跟基金，是不是足以相应作为刚刚讲的赔偿的，或者是说保费收的足不足够？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汽车强制责任险自己去考量的，并不是说全民健保来了，所以呢这个汽车强制责任险呢就会面临到这个压力或破产哈。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全民健保仍然 cover 了所有，就是更多的，因为这个事故，我们不要讲说这个事故是否出于故意啦哈，就是说没有过失跟没有责任完全就是两件事哈。没有过失是没有过失，我们赔，就刚我们有位老师讲的，我们就是下车之后呢，就是说你好，然后就聊聊起就好了，还是保险去赔。那跟你的这个有没有这个事后要负责任，是因为你保险之后，所以有保险去承担这样子理赔的责任，而不是由个人哈。那当然在强制险的设计的部分里面，它不是只有全民健保的代位，甚至这个受害人的部分，在自费的部分也符合这个范围，甚至很多的受害者他不是全民健康保险的保护啊，所以呢他不是全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他如果被有投保汽车强制责任险的这个责任人他去事故，他当然也可以从这个保险里面去申请理赔。那我刚刚提到说全民健康保险，它我们因为刚刚有提到扩大代位求偿，其实健保会都很同意应该要提高这个扩大代位求偿的部分。因为我们提到我们因为要提高效率跟能够这个提高就求偿的这个有效性，所以我们全民健保的代位求偿全部都是有限责任跟有限区间有限范围的哈，已经不是早期的不问因果关系，从103年之后早就已经是问因果关系的代位求偿。而且我们 cover 的长期损害，以脑部外伤来说，怎么会是汽车强制责任险所理赔的那一部分少少的金额可以 cover 的？而且我们求偿的范围还是只有1到4个月，所以其实这个整个如果要讲起来，全民健保要计较起来，要跟这个另外的保险计较起来，大概全民健保还是整体来说是吃亏的，好，还是吃亏的啦。所以如果说他在这么目的这么明确的这个有肇事原有事故原因的都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行使这个医疗费用的代位的话，哈，那如果不用代位这个名称也可以，哈，刚刚有先进提到，那你就直接拨付你该拨付的医疗费用成本，直接到全民健保体系里面来啊，这也是一种，我干脆就不行使行政部门之间的代位嘛，好，我行政部门不去跟这个商业保险公司行使代位，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费率公示风险的话，提供一部分的医疗费用的这个成本直接拨付全民健康保险，这也是一种方式。如果我们今天算出来之后，按照历年来因为汽车事故所导致的医疗伤害的这个风险所得到的这个百分比跟费率直接拨付啊，那你拨少了，我全民健保完就少了，这也是，那也不一定要行使代位，但是要彰显的是说，其实不同的保险有不同的保险责任，特别是在于
这个加害者或者是肇事者这个部分，哈，他其实是应该要在其他，因为你没有出这个车祸，全民健保也不会产生这个医疗费用。那这个车祸是本来是有在一定的体制下，刚刚谢律师讲，他其实是有机制可以降低的，哈。所以在这个部分可能有一些误解，哈，全民健保并不是要去侵蚀汽车强制责任险，反而去承担了汽车强制责任险里面原本给付不足的医疗费用。那这个部分的费用是都没有再跟保险人或是跟其他保险公司收取的，所以我觉得要做一些澄清，哈，谢谢。好，谢谢我们滕小姐。再来，我们来请柯妈妈来，请。各位大家好，我刚才有说过，我们事先要厘清正确的理念。你这个法理基础，你根本都不懂嘛？你们都用那个理论派的，我是实际落实，要保障车祸的受害家属，是全国人民的权益哦。第一点，因为在1987年1月1日之前，都是过失基础，大家有没有清楚？民国48年的那个公路法，他们是第三年责任保险，那是过失基础，有赔无？迄当阵一条命7500尔啦。所以在78年，我儿子发生事情，我再去调查，我嘛是去甲告，告了嘛是赢，嘛是再审凭证尔。15档换一届啦，15档都无啊啦。这个你们大家都知道吗？所以一些车祸的受害者真的很可怜，三餐不济，连食饭也无，三餐费也无啦。所以我就坚持了八年在推动这个法。我是咪，我一个普通的妈妈阿妈级别啦，老百姓尔啦，我可以为了全国人民的生命尊严在打拼啦。啊，大家都理论派嘛，你要去追赏之前的事情。87年1月1日之前都是过失基础啦，有赔无？遐爱去举证责任啦，你个人还来提钱啦，啊那个私的，啊肇事者含受害者，我一定爱小平爱赢嘛，对不？啊赢了到第一阵，所以叫什么呀？高富帅啊，一条命无遮低的价值啦，啊大家了解无？但是我在想，87年1月1日之后，就是规个拢是这个无过失基础，我多只讲过呀，大家有听有无？无过失基础是无责任啦，无责任是无过失，就是无责任，就是唔免去小过，就是会当摕到钱，基本的保障啦。所以很多人不晓得我们强制险的制度是的真的很好，大概是不是万懂？我们这个会都长期在检讨，所以我开的小组的会议我很清楚。刚才有人说啊，我那个坦白跟你讲，我九次降保费啦，4次提高保额啦。我刚才不是讲过呀？讲这个准备金特别这边是阮的这个蓄水池啊，你这是我有讲过哦，是被保险人的互助会啊呢，政府是要补助半价银，你敢听有？那么健保是我政府补助经费跟雇主，这有差别很大。你若有补助，无补助提钱，你要叫被保险人，这卖是运输业界唔知影啦，无看伊的。出来抗议，要甲健保偷260亿，要偷得到？我会发，我哪是讲这个法没收？我另外一个版本，啊，讲这个法没收吼，我绝对要发动运输业来甲健保偷这个260亿。所以刚才讲我降保费，提高保额，我的代志嘛，那是让被保险人的钱在这个铺里面。我长期咧计算，我哪有是提高保障保费？我刚才不是说47条规定很清楚吗？这特别准备金未使移转给其他单位用，这个都很清楚啊！啊，到底是大家法律专家是会向未向啊？对不？我是阿妈级的啦，我从国家安尼，大家讲啊，拢为三地的话去，对不对？你来针对这个事情来解决才对啦。所以你讲我多讲，健保是伊最像的是有责任的加害人才是啦，我是无责任无过失，我已经强调啊，所以是错误的政策，所以一定要改。所以我多谢嘛有讲过呀，你用迄个无因果关系的来个执迷代买管体，啊，大行拢都来，啊，你当作迄个强迫神仙啦，啊，这被保险是唔知影呢，啊，那知影是恁敢无法当讲负担，讲全国人民的这个生命尊严。后来啊，无大家那是讲卫福部，我94条有修法，不是没有，结果卫福部跟健保各个急迫甲卫环委员会，你去查资料，给我动死你啦！后来我提27条，过来动。啊！大家我讲，我唔是叫你阿爸，
啊，你要厘清这个事情，这个不是说干那我一个，这法不是我的，拜托的，各位大家了解，法不是我的，我嘛无薪水的，我二十几年来我嘛无薪水的，我为谁讲话？我当时为老百姓讲话啊！啊，咱算好立法院，所以你卫福跟健保，你不要陷于那个立法委员以不义啦。因为伊唔知听你个啊，啊说啊，这个唔当收，就是条例我懂，你是条个懂，啊这到底是甚物原因？这是甚物国家、甚物世界啊？对不？所以检察院我拢去走过了啊，无多吼。啊，所以我即马最后就是讲，你若是讲唔爱收袂要紧，我发动来讨260几，讨倒转。所以你健保，你唔知影，你无迄、那个，你无这个真正这个真理，你敢那家己个立法员讲啊，唔通收，哦这吼、哦，关系就好，你如果那全民买单。什么钱买单的？一划归一划，我多少讲过了。我有，你健保你要去，你的黑洞要去补，对不？我们有差异化管理，内部稽核、外部稽核，我们都做得很好啊，很清楚啊。因为这边的是被保险的钱，我们不能乱动，所以我们里面的那划归写得很清楚。不够时间啊，等下去哪边去解融，我去讲，要让你们大家清楚。要喊人讲什么啊？对不？好啊、谢谢柯妈妈哈。这个从民法，我们整个民事法律关系的三大原则哈，从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到过失责任，每一个原则在我们都在退缩哦。那所有权绝对可能因为征收了等等都在退缩，过失责任主义以对某一部分的要采取无过失也在退缩。那当然契约自由那更是有一些自由不得抛弃的都在退缩。啊、所以退缩的目的一定是为了全民的自由平等的公平正义的利益，所以这两个法其实都是社会安全的一部分。我再次强调，真的有它在某一个部分的大家的一个论断跟难以取舍。那不过不管怎么样、大家两轮发言完了以后，那我们所有的委员也都在研究室都有在看。那我们请各位在研究室看着委员哦，因为大家知道立委哦，早说杂事很多，那在办公室一边可以听，一边可以看，一边还可以处理一些公文啊，跟其他选民服务哦，所以我们的委员并不是没有在注意哦，在这里先向大家做个说明。那在这里我们两轮发言完毕以后，那我们是不是请行政机关，那我们依次来回应相关的意见？那我想首先这个是跟保险有关的，我们是不是请金管会我们主管机关，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副主委黄天牧房屋主委先来做个、主管机关的回应，好吧？好，来，谢谢，请。主席还有各位委员，不论是现场或是在研究室的立法委员，还有与会的各位、邀请的学者专家，民间的先进，还有我们各政府的主管机关，大家好。我想先要表达对我们柯蔡玉琼女士的尊敬。那么这个法能够受益那么多人啊、其实都是她的努力。我要特别跟主席跟所有在现场跟在研究室的立法委员跟在座的各位先进报告，柯蔡玉琼女士刚才所做的发言呢、他不是只是一个作为一个社会运动或是作为一个 NGO 的支持者所讲的话。在我担任金管会保险局局长期间啊，我了解他对这个事情的关心，我已经邀请他担任我们的费率审议委员会的委员，所以他非常清楚我们整个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在代位求偿部分的支出的情况，所以他有所感才做的发言。我想特别跟各位报告，他是实际的参与政策的制定者，特别要跟各位先进做个报告。那另外我想今天金管会已经就这样的一个议题啊，已经提出了书面报告啊、基于时间的有限啊，我就不在那个报告整个去做说明。那我想刚才有两位委员特别提到，到包括黄国昌委员啊，他当然先离席了。那其实柯蔡玉琼女士也提到过，就是黄委员垂询到我们为什么要调降这个保费或提高保额。其实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在1987年1月1日实行的时候，当然各位知道保险的费率跟这个保额跟它的整个的财务的健全都要做精算的，所以当时在
所设计的这个机制，当然经过实施之后，觉得其实在这个支出跟收入的这个考量之下，因为它是无盈无亏的，所以考量准备金的充裕，可以永续发展的情况之下，我们做了几次的决定，就是调降这个保费，或者说提高保额。其实也跟徐委员、主席跟各位报告，其实当时不同的立委对是不是应该调降保费或是提高保额，其实有不同的意见啊。有人主张要提高保额，有人主张是调降保费。但尽管如此，金管会在当时其实也是考量到无盈无亏的政策保险的原则，不希望让这个腰保人有太多的负担，所以有了几次的这个调降这个保费，也有提高保额，从140万到200万，这是一点我想跟各位报告。这是在财务健全的情况下所做的考虑，所以跟今天所说的是因为财务的问题，所以才要动这个健保这个代位求偿，原因是一码归一码，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第二点，刚才可能叶老师有提到过，您提的那7%的数字其实不是金管会的数字，可能是我们周边单位有做研究，所以金管会对于今天这个法到底要修不修，我们目前来讲要尊重最后立委的意见。我们没有求出来说一定要降，就是假如那个代位求偿的那个伤害医疗的那个费用不在全民不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给付范围之内的时候，可能的结果我们其实因为还没有立法通过，我们并没有去精算，所以其实是不是要调降保费或提高保额，这个其实在金管会来讲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考量，那个可能是周边单位他们初步的算法，我想跟主管机关没有特别的这个，我们没有特别的立论，这边也跟叶老师这边做一个报告。那回归到今天的主题，我想第一个今天的主题跟这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本身的财务的情况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个是我们自己本身该遵节的该遵节，该调整如果需要调整我们会去做调整。今天的问题是说全民健康保险跟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对于这个受害人的医疗费用的损失部分有保险竞合的问题，基于双重利得这个禁止的原则，所以当然在健保法95条有这个代位求偿的问题。那只是说在这个代位求偿的这个历年来的这个经验发生率的过程中，我们觉得其实大家就觉得就是这个因果关系其实是有可以进一步去调整的这个必要，所以其实因为各位知道其实现在最新当大概一半51左右都是做代位求偿用，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卫福部，其实从103年开始我们开始更重视这个问题的时候，卫福部跟我们也非常合作，那么希望呢在这个因为逐万去调其实有成本的问题，所以势必当然是要有一个比较更合乎双方这个成本的前提之下能够做更精确的这个计算，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卫福部，我们大概有2800多项的这个代码啊，在医疗费用上去做一个因果关系的这个判断，那这部分我想我们这样做下去之后也有相当的这个好的这个结果。那我想不论是不是要修法，那至少我觉得我们跟卫福部会继续合作，刚刚跟杨副市长也报告，那这个因果关系我觉得的确啦，就是还有必要再还有一点空间再去把它精致化啊，因为毕竟桥归桥路归路，如果不是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应该去承担的，我觉得当然就应该做一个精算，但如果该做承担的我们应该责无旁贷，我想这部分我们会还是跟这个卫福部啊继续合作，把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厘清部分的这个基础啊做进一步的确认，我想我们主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看法。以上报告，谢谢。好，那感谢我们黄主委哈。那事实上我手头有个资料了哈，手头的资料是说，在我们在1002年以前呐、啊，的确是不问因果关系，几下的狗啊，好，是不是钱就对了哈。不过在103年1月以后啊，已经改为有因果关系哈。那从103年1月到104年6月，那他虽然有因果关系，他的疾病的用3184项的代码，这3100多项他都求偿，但是后来104年7月以后，他现在把具有因果关系的项目又缩减，改为2848项的疾病代码来求偿哦。这是整个我现在得到，刚刚这是卫福部提供的资料了哈。那当然这一部分我们还是要请主管机关继续的来对相关的做一个说明。
大家回去好好的做相关的考虑。那我们是不是保险局的局长李满志李局长，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那黄主委讲了。好，那法律事务处的处长钟处长有没有要补充的？没有哈。好，那我们交通部路政司我们的胡基正有没有要说明？没有是吧？好，那我们公路总局的科长张科长有没有说明的？没有。好，那我们卫福部社会保险司杨副司长啊，来，请说明一下，来，你们的回应来。谢谢主席，还有各位专家学者，还有我们，其实我们是非常尊敬柯妈妈，其实您的这几年的一个争取，其实我们也都了解哈。那也谢谢各位委员的一个在可能不在现场，但是我大概说明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也有书面的意见哈。其实健保的代位求偿的法理基础的部分，我还是要强调，其实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立法的时候呢，其实为了避免对同一交通事故有重复给付的情形，其实立法说明的时候其实就指出了，健保是因为涉及全民利益，所以有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者应该优先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请求，所以如果由健保给付的部分呢，可以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人代位求偿，这是我们要说明的部分。是，所以健保法其实在立法的时候就已经将这个代位求偿的这个基础其实都已经放在法里面了哈，这是首先要说明。但是我们在代位求偿的范围里面，其实也要跟大家说明的部分，其实只有就是所谓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细则所规范的部分是20万的余额，就是所谓的他会先给付给请求权人的余额的一个20万的余额部分，才是我们健保的代位求偿的范围。所以如果他因为交通事故受伤的，如果超过这个二十万元的部分，其实健保其实也在给付，但是我们代位求偿的一个范围只有在那个伤害医疗给付的这个20万的额度里面。好，这个是余额里面，所以这是要第二点的一个补充说明。那第三个部分的说明的部分是，其实刚刚我们的健保会的委员谢天仁跟陈希望委员都有提到，其实我们的一个健保的制度，其实不管是全民健保，不管是商业保险或者是社会保险，其实财务的稳健，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个制度的设计，包括给付的一个减少或者是保险费率的提高等等，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任何的一个保险制度都必须要遵守的部分。所以其实全民健康保险因为跟全民是有非常的相关，其实在105年是我们第一次调降费率，但是刚刚谢委员也有提到，其实因为它是一个随收随付的概念，而且它的一个未来呢，其实也是一直会提高保险费率的一个状况，所以因为医疗费用的支出已经相当于6000亿了，其实这是跟全民相关的部分。所以呢，其实一个保险制度的设计，我们其实认为财务的健全是非常重要，不管是商业保险，不管是社会保险等等的这个部分的制度设计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补充说明第三点。第四点的部分，刚刚副主委也有提到，其实我们这几年跟金管会健保署一直对于代位求偿的作业模式，其实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讨论，好让它更具因果的关系。那这几年，这一两年当中，其实我们也透过我们健保署的专业审查医师，也帮我们认定，还有甚至保险业同业工会所提的一个专业审查医师，大家一起来认定更具因果关系的代码。好，所以这部分其实我们这几年大概都是一直有在精进相关的一个代位求偿的模式，所以这是我做第四点的补充。那还是非常的感谢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公听会。那我们呢，还是会将所谓的不管是未来强制保险或者是全民健康保险，其实不管做任何的决定，其实都会影响两个保险的财务状况。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谢借由本次的公听会呢，会作为我们全民健康保险政策规划的参考。那以上补充，谢谢。好，谢谢我们的杨副司长哦。那接下来我们中央健康保险署的王组长有没有要补充说明来？没有是吧？好，谢谢我。那我们法务部我们刘参事没有哈？好，
那我们中华民国产业啊产物保险商业同业工会秘书黄秘书有没有要做回应？没有，还是要回应？好，没有哈。好，那我们专员徐俊辉徐专员有没有回应？也没有。好，那我们汽车险委员会理赔小组的丁召集人有没有回应？好，来，请。各位啊，各位这个委员啊，还有我们主管机关的长官，还有这个卫福部的长官，还有各位学者专家啊，大家好。我这边代表我们产险工会啊，提出了几个另外的看法哈。那本身我也是这个健保的这个保护，也是这个强制险的保护。那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谁？我提醒大家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货运业者，有大货车，有砂石车。还有我们的公车，还有我们的这个客运车，还有我们的计程车。但我们知道哦，我们缴的保费哦，有这个在医疗的这个部分哦，有这个40亿哦，有30亿哦是交给了我们的这个健保。那我不知道这些的人民团体哦会有怎么样的想法。我这是第一个的这个跟大家在说明。第二个呢，我这边有提出来说明了、哦，我们有精进哦，感谢卫福部哦。我们这几年尽量去朝有因果关系，所以我们有精进了，就是从这个103年就3184，一直到今天，我们就是这个2848项哦是有精进，但是呢内容啊还是不论因果关系，是比较哦有因果关系哈、哦。那我们这个尽量要降低这个双方的这个社会成本啊，还有行政成本，我们是尽量降低，但是它还是不论因果关系的。那、啊、另外呢，大家看似哦合理性哦，那我们这个。这个车祸受害人，这个撞到人，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健保来给付啊，这个当然合理要健保来，当然是我们这个车祸的加害人在去付这个钱，不应该叫我们健保来付啊，这个健保怎么可以付这种钱呢？对，站在这个我健保缴健保费的立场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真的合理吗？大家知道，如果我今天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你是不能追偿的，你不能追哦。那是不是要大家不要保强制险了？第二个，杀人犯你有追吗？强奸犯你有追吗？也没有追，好像没有那么合理耶。真正要做到合情合理，我觉得通通要追。哦，不能说因为你有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你就要追，哦，没有保就不要追。我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合理。哦，那最后呢，我还是这个希望呢，继续呢，能够在目前的制度下，能够大家双方再精进。好，我希望这因为这是社会大众的钱，那这边呢、啊、再一次的希望这个还是要目前为止要依责任啊，因为这个强制险这个双方的这个是过失啊，是要依责任。另外也是拜托这个卫福部啊这边能够、啊、这个要举证的、啊、方面啊要多尽一点力，因为目前呢、啊、这个我们的强制险呢、啊、是无盈无亏，刚才学者专家、啊、还有这个长官都有讲到是无盈无亏，但是现在举证的责任呢、啊。全部分几乎都是我们产险公司、哦、无盈无亏、哦、我们在做义工、哦、希望把这个制度能够做得很好、哦、希望这个以后这个举证的责任还有一些这个提出来，希望这个卫福部能帮我们再多加强一下。大概以上的这个发言，谢谢。好，感谢我们的丁召集人。那另外我们汽车险委员会理赔小组还有三位委员、哦、林明宏委员是不是要补充？哦，没有、哦、好，那我们张清告委员有没有补充？没有哈。朱正龙委员有没有补充？没有。好，那我们包括所有今天来的我们的贵宾、我们的专家学者哈，都已经把您的意见也表达。那如果您认为还有需要再继续的话，我们欢迎用书面哈，那再提。那我们的相关主管机关也已经啊做相关的回应。那现在先向我们大家做个说明哦，因为便当已经到了，等一下哈、哦，便当我们会发哈、哦，你要在这里吃或者带走都可以哈、哦，在这里吃。那因为我们今天的公听会，那我们两轮发言以后，那包括相关政府机关的回应以后，那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哈、哦。那依据我们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8条的规定哦，我们委员会会在公听会哦。因为到时候应，所以我们一定会在公听会终结后10日内，那么依我们出席所提供的正反意见，提出公听会的报告，送交本院全体的立法委员来及出席者
好，给大家参考。啊，我们第59条有规定，公听会报告作为审查该特定议案的参考。所以呢，我们会把今天与会者所有的发言意见，我们会综合归纳，汇编成册，然后送交本院全体的立法委员以及今日出席的贵宾来做参考。各位贵宾，如果还有其他书面意见或相关的资料，那也可以尽速的提供给我们，我们都把它一并的纳入我们公听会的报告里面。那我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学者，那也感谢各位业界，还有我们今天机关代表他们的出席，我们会把这些意见当作我们修法的参考。那今天的公听会我们就开到这里，那我们请我们工作人员把便当那发给我们的所有的与会人士，在这里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哈。那我们今天公听会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我们就宣布散会。